陈小欣，来，掌声欢迎小樱花，哇哇哇哇，美女美女。哎，大家好，朋友们好，各位大家晚间好。哎，三年了，我唔知影你嘅查甫囝咧大汉了 ，Primary One 了未？你嘅囝哈？乱乱天外囝了，好唔？啊，你嘅囝伫倒？头先有一个阿姨讲咧，哇，陈小欣嘅囝嘅头毛真 Q 啊，是，安怎伊头毛 Q Q 的？我带他去电的。哎呦，兄啊，哈，我不是这样跟安迪讲的咧，你是讲讲，我讲安迪啊，因为小欣跟非洲黑人生的，所以他的孩子出来头毛 Q。无啦，你发现变个韩国囝呀？哦，所以哈，这 COVID 啊，我们头发的关系了。欧巴欧巴，哎，你唱什么歌？今天来，我想来，我想送给大家一首这个早期的闽南语歌曲，叫做《杯中夜》。好，杯中夜，来，掌声鼓励鼓励，马上听歌，马上听歌。欢迎这首歌，待会再聊哈。艾琳对人走也要唱呗，会会会。在场所有来宾朋友，大家晚间好，谢谢我们的老板，我们的这个大姐，还有我们正经妈妈要的这个红包，非常感谢，也要跟我们线上的朋友大家说 hello， 生日快乐。今天谁生日？你生日吗？啊？要、哦、学校生日快乐，全部你的朋友都生日啊？哦，好可爱，
来，那么在此呢，也要祝福我们在场的这个所有来宾朋友，大家都可以这个一边非常愉快的这个吃我们的这个美味佳肴，一杯非常愉快的欣赏今天的一连串的歌曲。来，我想第二首歌曲，我会看到在场蛮多的这个长辈们啊，想为大家送上一首华语的比较轻松的这个经典老歌。那么刚刚有点唱那个《爱恋这两个字》，我放在第三首才唱，好不好？来，先送给大家这首《望着天空的女孩》，来献给大家。经典歌曲的朋友的长辈的一首歌曲，一首望着天空的女孩。这首歌呢，可以说我们呢在求学的时候啊走红的一首歌曲。不是我们的，是你啊。一时功了，金老六了。至少要有五票。老就老啊，对不对啊？你敢敢讲我们读书的时候？对对对，老就老了，怎么样？等一下还有个更老的要来啊。那个80了，八十了。等一下，那个来的话，你千万不要跟他讲老啊，跟你讲啊。他会生气哦。那哥哥，你是读什么学校的？看有没有你的同班同学。啊，我是这一个，哎，有没有同班的？你都没有讲什么学校？对呀、啊，你都没讲，怎么知道跟你同班？啊，南洋女子中。南洋 girls school， 你鬼是讲丹中加东 girls school 嘞？南桥女中。对，以前我们的这个年代啊，两个五十岁 的朋友，对不对？以前丹中加东很多都中学的，有没有？中正啊，育英啊，德明啊，育英现在在我家旁边，全部都在那边呢、啊。哦，怎么样？育英怎么样？没有，因为我有一位同学叫育英。哦，真的、哦、啊，很美，很美，很美。来了，刚才呢？哎 ，skip 啊，你没有，你怎么学校？哦，我是读这个世界大学。哦，是，我没有讲大学啦，小学。小学要跟人家讲我读哪里、啊？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什么？现在的小学不见去了咯。不要讲你的，我跟他的都可能不见了。我的在，我的在。哦，那就好了。我小学读广福小学。广福小学。八天。哦，五八天对哦。广福有没有？啊。有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人听过。现在没有了，这间学校没有了。那中学我读立新中学。哎呀。也没有了。你把立新变成歌台了。真的啊，立新中学啊！中学啊，你小学读哪里啊？哦，逗了，你的也是没有啦，逗了。啊，那红浪塌的，学堂拢讲逗的啊，
啊，我中学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啊、你的什么学校？圣婴小学。哇，圣婴啊，好学校，好学校。那个年代应该不是好学校啊。好学校了，好学校。来来来，学校是好的，是你自己变坏，没有办法，你不要乱乱怪学校。其实啊，你看我们今晚做节目啊，跟我们的现场的嘉宾朋友有一个互动哈、啊，近距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们点的歌，我们就要哈、啊。替他们分享安排。来，刚才点了一首歌《爱琳对朗照》，OK 吗？可以可以。OK 吗？这首歌你们来唱会比较适合。我你跟你唱比较适合。没有，我唱的话会触景伤情，因为我爱琳对朗照已经够了，所以你唱的会比较适合。好啊，你的爱琳对朗照已经够了。等一下有你的爱琳是吗？哎、欸，你的 ex girlfriend 我回来唱咧。哇哇。等下我借你那部《玫瑰花》好好好，好不好？可以起来，伊无看直播，伊唔知就讲你上诶。OK OK OK OK。对对对对，可以。可以对对对对对对啊啊！你看，希望你们啊破镜重圆，旧情复燃，哇！希望啊，别急急啊，唱歌较紧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问一个调查先，倒落一道的朋友点爱琳对人照。去，哎呦，原来这道的朋友哈、哦，感谢哈、哦。啊，你哪会拍破声有带来无？拍破声啊！拍手，拍手，谢谢拍手。我可以祝福秋瓜，然后哎，拍手啊，拍手啊，我会拿枪拍手，拍手，原来是这样叫拍手啦。给爱琳对朗照，马上送给你。啊、来，掌声鼓励鼓励。陈小新线上的朋友再分享再分享。Yeah，Let's go。是的，今天晚上我们的欢歌笑语歌台之夜。
谢谢你。谢谢